次呢場選舉，我哋一定要贏得堂堂正正。冇錯啊，用錢生下選民呢啲，我哋係唔會做嘅。不過營生同對手又真係有啲旗鼓相當喎，咁點算好呢？好，係咧，係咧。嗱，呢區唔少選民咧都係後生靚太啊，想佢哋記得，不如送名牌包，上面刻住營政個名，咁實記得到時投營生一票啦。擺明送禮物俾選民，又好似唔係幾好喎，嚇？錢同禮物都唔得，咁我哋於化有形為無形。好喎、啊，不如二診，免費整電腦，免費上門打掃，全部都唔得。如果你哋真係咁做，犯法噶。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，無論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，任何人向選民提供利益，叫佢投票或者唔投票俾某位候選人，即屬違法。而選民收咗利益而咁做嘅話，同樣犯法。仲有啊，利益唔單止係金錢，仲有禮物、服務、借貸同優待添。不如我哋寫好啲嘅政綱好過啦。